家嘛，打一半就走。这边应该有鱼，刚刚第一环那里搞了几条清道夫，打家嘛，轻轻上网，回来换线。啊，看有没有鱼啊？一直有鱼，还是要打一点。先把表面的鱼抓了。清道夫，啊，看好清道夫我是怎么处理的啊？然后看看你们赞不赞同我这个处理方法，赞不赞同了？然后呢，这个小鱼苗呢，就给老腿放生了。然后这个鲫鱼有这么大呢，今天晚上就可以煮个汤了，煮个鲫鱼汤。抓出来，你们看一下。哎，这个啊，这个鲫鱼漂不漂亮？